我想到的是可以让我老婆一起多运动，因为我老婆觉得生命在于静止。他的意思是说他老婆不动，他常动。萱萱，不好意思打扰你了，你继续。我们已经进入第二个提案了，等第三个提案可以了。OK， 生命在于静止，所以我会尽量让我老婆一起运动。谁是你老婆呢？找个人来，来一起啊！我躺一下，因为我连你老婆还要躺下。我什么时候口碑变成这样？然后这个是可以鼓励大家一起有动力做。哎呦！然后呢 ？No！ 不是 ！No！ 我 No！ 不，我只是伸展一下，我现在腿酸而已，你现在以为什么？然后呢，这个可以给一些动力。好了，我准备好了。然后呢，下去的时候就可以一个下去停住。哦，对，下面停住也是挺好用的方法，就。真是啊！哇哇！